一个母亲或是父亲在对待小孩的时候，就会有所谓有与无它的差异。所以父亲回来了，或是跟你，你这次考试考得怎么样？说考得好的话，带你去美国玩，迪士尼；考不好的话，你给他捶背，要看俺嘞。这个是一个两极化的。 赏罚，当这个话题一开启的时候，它就是天堂与地狱，对不对？但母亲她都会比较偏向于进入孩子的世界。一个成功的学佛者，他可能跟孩子说：“考完试了，轻松一点啊！你这次有烧香拜佛、抱佛脚吗？” 辛苦啊、哦，满意吗？先放松放松。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，你要自己知道自己不满意的点，可以跨越的是你自己。我支持你。别人看你，倒不如你看你自己，来得真实些。所以。 希望你学习愉快，我们与你同在。就这样 <laughs>，让你去体会。这个时候可能并不是母亲的标准跟父亲的标准，而是你认识你自己吗？你如何自发的去完成你生命里想要完成的东西？ 我们支持你，与你同在。这个是一种提息跟很大的空间，由他自己去创造，自己去圆满。你的存在只是让他安然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帮他考试，永远没有的事，是不可能的。这样知道？ 那如果你心中有挂碍，很自然的就是你用有漏的心在解决问题，你用烦恼就是世俗的，就是有利害关系、有想法的这种会结构烦恼。那这种有漏的因，它的答案就是有漏的果。只要是有漏，就是它会有某一种副作用。 他会有烦恼在背后，他有标准值，他有理想的答案跟境界，心中都一定会挂碍。每个人都想要把自己把握的最好，呈现的最好，处理的最好，当下都很有智慧。其实这些都会产生到一种我相跟法相。 那你说什么是最好的你？他永远不会满分，永远不会满分的。同学，你有得过满分吗？你有得过满分吗？啊？因为分数是自己打的，你不会满分的啦。 因为那是虚妄，你在评估世界，而给自己一个标准。或许你会得到的满分是：我今天设定念一万佛，我念了；我今天拜三千佛，我拜了。拜的时候我很感动，念的时候我很清近我满意了。但这个满意。 是挂碍的。当你拜两千九百九十九的时候，你还有一；当你拜三千零一的时候，啊，我给那里我精进还是有。我这是举例啦。所以这种满意呀、啊，在比较较量的明天跟后天，它就变挂碍了。 因为忙，我只能念五千；或是不忙，我可以念念两万。那因为忙，我只能拜三百，而不是三千。它就是架构于某一种标准。在初学者，这是规范自己精进的方便法。但修行到最后，它不是值，不是量的问题。 它是最原始的清静。而没有所谓最终的答案。那这个挂碍呢？如果以有漏，你可以看到自己内心会有恐怖。有漏的话，就会落在三界中，还是生死啊？《瑜伽师弟论》里面谈到，有漏有四种过失。 也就是，你只要建立的因是错的，你处理的态度是错的，你不是波若波罗蜜多，你就会有这四种过失。第一个是不极尽过失，也就是你会随着你的根跟尘的接触，而去追逐某一种设定出来的东西，会起诸妄想，颠倒散乱。 而无禅定之功，不能够断惑正果，所以你内心有不急进，所以生命要不要设定？要不要追逐这个根尘的净？不用设定，可是你会把你所有的一切安排的很好，也不用去追逐根根尘，你把所有的通通放下。 那是真的定啊，真的精进。当然，谈到这里，已经是所谓发起菩提心的精进的人了。第二个有漏的四过里面的第二过，内外变异过失，为众生由于内心乱想，加上外境牵流，心境相应，变异不停，以至于心随境起。 逐境身心烦恼缠缚不能解脱，也就是里跟外，它常常在交流跟变化。那你内心这样想，结果外境又在变了，又好像不是这样。然后看这样，诶，是这样。你的心永远是有某一种无形的对话。很多人他会自问自答。 会自问自答。我们不谈到老人痴呆的里面的自问自答。在修行里面常常会有自问自答，内心里的对话。当然，我们谈到说，你必须有第三只眼，去看到自己的混乱，那个是过程了。但要结果的时候，到最后，当知道这是一个混乱，你就知道是放下，你不再设定于混乱的解除时间点。 而是你能够了解这所有的一切，不起躁动，而内外它没有在交互性的变异。这个是有漏思过的第第二个，第三叫发起恶行过失，众生由于烦恼祸业而造杀到淫妄等种种恶业，最后会轮转于生死中，无有出期。 也就是，如果你想法错了，你就会有好多好多的造作。你认知点呢、啊，这是自我解析反射出来的这些东西啊，会去就是会驱动了、啊、你的行为，会朝这个方向。像这些呢，都是算比较比较粗糙的了。 引发的行为也是错乱的，杀到淫妄，这是有漏的第三果。第四，摄受因过失，就是因为你造作了种种的恶因，你未来的苦果就一定有了。它已经开始种植下去了，所以辗转轮回不能解脱。但越讲是越粗啦开始的时候是不即进而已嘛，对。所以这些。 挂碍啊，统合来说啊，你要看到解析，你一炷香下来，你留着什么？起身的时候，动静之间呢、啊，你要表达的是什么？别人的认知是什么？你在乎别人的认知是什么？修行人慢慢的，过去的东西整理了。 现在不想表达什么了，可是在乎别人怎么看你、啊。当然要如法如律，对不对？那这些点点滴滴啊，都是心中有形无形、长时短时的挂碍。讲到这里，同学你应该反观一下，你现在挂碍什么？ 你现在挂碍什么？挂碍弥陀不来，挂碍没有办法客气取证，挂碍禅修不能进五漏三昧，挂碍此生此世业障可了脱吗？来生来世是否入三途 这些挂碍，通通对于你现在是不会有答案的。对你的现在，他不可能给你答案，因为你问的、你自我期许的，都变成恐怖。我这样讲，同学，你能听得懂吗？ 所以很多人会在修行上面有很多恐怖。这里讲到无挂碍就无恐怖啊，那你可能对过去的无挂碍，对未来却有恐怖。有的时候这个恐怖啊，其实是愚痴，是愚痴愚痴的心，所以才会升起的，因为有我的存在。 有法的存在，所以会患得患失。所有一切，你都会恐怖。我们看很多有病的人，他没有理由的恐怖，尤其有忧郁跟躁郁的人，他没有理由的恐怖。秋天到了，是忧郁症的好发期，这些忧郁症的。 患者，他们都说了，他们说早上眼睛一打开的时候，心中好酸楚啊，生心生很酸楚的，然后有一种无奈跟恐怖。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种恐怖在。在座都没有这种经验，这是健康宝宝，<laughs> <laughs> 大家都很健康。 没有理由的恐怖，真正追究起来，他为什么恐怖？他说不出所以然，其实是有答案的。那个答案就是：生命没意义，所以恐怖。他们都找不到生命的意义，所以要挂。 挂在人，挂在事，挂在物，挂在活动，挂在所谓存在被认同。那这个恐怖啊，其实就是心心锁了。你有理想，有理想不能达到的恐怖；你没有理想，有漂浮无根的恐怖。 哪一种恐怖比较好解决？你原来是漂浮无根，所以后来设定了理想叫成佛，对不对？所以设定了成佛的时候，其实就暂时不恐怖。如果你修行一二十年都没有一点进步，就恐怖了。 就恐怖了，然后这个恐怖呢，还要丢掉，回到无根，还要回到无根，不住，破除那个最早无根、无根的恐怖，所以恐怖要用恐怖来解。 再讲一次，你最早的恐怖是因为生命茫然，而错误太多，所以最早的恐怖是恐怖三途苦跟轮回。修行里面开始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口意，所要恐怖的是不能就近涅槃。 不能达必竟解脱，所以你是从没有主题建构有主题，对不对？建构有主题之后，你还要把主题丢掉，回到没主题。原来的恐怖是恐怖无，现在的恐怖是恐怖不无。 就是你想要有我现在的恐怖，我现在的害怕是在有的状态之下。可是你整个精神跟整个人的状态修行之后，你明明知道你照这样修行，他一定会成佛的。就是不要加上时间的压迫就好，你要面对你过去的恐怖，重新去面对它。 那是一个错乱的生口意，感觉上是无主题。现在不错乱的生口意，也没有主题，它不需要主题，因为没有主题，你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。如果你现在的声口意已经不错乱，而 有了某一种主题的认定，他永远不会自在的。那这个远离，我们读“怨离”，把它当成动词来用。人之所以有颠倒，颠倒反正就是大家知道意思，就导致嘛，头在上变成脚在上，啊，就是错误的。 人类对于未确定的，不管是事或物或道理，都会有意识投射的解释。这个解释是惯常的，就是自己的价值观。有些时候会有理想，而、啊、这些往往是一己的所知所见跟自我角度。 出发的想法而已，这是一种习性。那我们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，做一个简单的总纲：，凡是成佛不需要有的一切，你皆需远离，不管有漏或是什么的。 凡是你成佛不需要有的，你都需要远离。那我们就从这个简单来看，成佛需要成佛需要有心中的想法吗？成佛需要有很高的位置吗？成佛需要把事情做圆满吗？什么样的圆满？ 是应该觉行圆满，所以觉跟行，觉无相状，行在每一个当下相应而圆满它，它也了不可得。所以成佛不需要的一切皆因远离，成佛需要贪吗？成佛不需要贪，也不需要嗔，也不需要痴。 成佛不需要有爱恨情仇，成佛不需要有你我他，成佛不需要的你都需要远离。啊，你有肝胆不？就很简单。成佛需要什么？积功累德，所以你就必须积功累德。但功跟德。 无形无相，所以功跟德就要化为无形无相，你必须去圆满，对不对？成佛需要自觉觉他，所以必须用觉性，在当下每一时刻都明朗清楚。 成佛需要觉他，要有自觉的能力，自然就能觉他。所以要远离的，现在都明白了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字就解释完完毕。<laughs> <laughs> 那再讲到到底要远离什么东西，就是所有的障碍了。 要成佛，就是要远离所有的障碍。当你是在娑婆的众生，你有生根心啊。所以《世亲的净土论》里面有讲到，菩萨欲远离进去菩提之障碍，有三个方向：第一个，远离我心，不贪着自身，也就是用智慧门。 远离我心之贪着，不求自身之安乐，这就是第一个远离我的心。你心会有好多好多的讯息，好多的泡泡啊！以后就这样记得，我要远离成佛的时候不需要的一切。所以，如果我想法。 什么这些太多，都是为了满足我，有我的这种执着，这种这种、就是要远离的。第二个叫远离无安众生心，就是用慈悲来拔除众生的苦，让他得安乐。也就是现前的众生，你会去圆满它，就现前的因缘。 现前的因缘，你帮助众生去远离；第三，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，就是你要远离供养自己啊的身跟心的这些东西，就是用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，远离供养恭敬自身之心。 修行有些时候到某一种突破，就会觉得自己是尊贵的，自己是值得的，自己是应该的。这些想法也不是说全错，可是它很容易变成一种假设的、假设的尊贵。 比如像我们出家人呢、啊，都会有一个概念，啊，那个概念有时候就绑死了，就是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我就是修行人，众生的福田，我理所当然而的接受众生的供养。 他们对我的护持跟供养，本该如此。这只是就于世尊所说的这一块，世尊更重要说的另外一块是：你要好好修行，你要好好修行，而不是在谈供养，因为你不要去操持世间杂物了。 你是真正真正的在修行出世间，所以众生直福田，因为你会回向，也就是会倒驾慈航之后去度脱众生，是基础于你会度脱众生，所以你值得成为福田，不是在讲说。 只是因为你是出家人，所以你就可以接受供养。在《波若经》里面都讲啊，以缘生法远离自性，也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它无自性啊。所以在一切因缘法当中，它本来就无自性，所以就是远离嘛。它自然本来就是远离的，那我们众生就是看不明。 世尊讲到这个身跟心，如果我们在过程修行的过程，它可能需要次第修行佛道的时候，为了使身气清净，我们就是这个身，这个身体也就是我们修行的器皿，借假修真嘛，所以需要远离身心两种的恶，也就是对外，就是对外外界的一切，断绝恶友的交友。 是生远离，因为恶知识会让你习气一直牵着走啊。对于自己的内界，也就是法身精神层次，令思维远离不善之迷惑，称为心远离，也就是你要有正思维。你只要有一些不对的、不甚好的、有毒素的这些想法、这些迷惑，都要远离。 所以身心呢，在次第上面，都都要让自己清净起来。啊，那这个远离上面，给同学这样介绍，应该很容易了解把握。那你要看哦，每个人要远离的不一样哦。有人要远离恶习，有人是要远离想象，有人是要远离忧虑。 有人是要远离那个自我压迫，有的人是要远离那个期待心，对不对？好好的进入到你的法门，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法门，好好的进入到你的法门，在清净中入三昧吧，终究一切皆远离，你就会体证。 成佛不需要的一切，就远离吧，通通放下，也通通提起。放下的是该远离的，提起的是该圆满的。而圆满的所有一切里面，又没有固定的相状，也不是语言文字，也不谈功，也不谈德，也不谈福，也不谈罪。 那我们谈到这个颠倒，在经论里面谈到众生啊，都有颠倒，众生不知道真理，所以被烦恼所迷惑，把很多事情的看法就都不正确了。同学，你如果现在可以反思一下自己有。 有哪些思想是不正确的？教导他人的时候，有哪些是不正确的？你就可以修正你自己。啊，那这上面其实不难办到。你以前觉得活着是很好，现在有没有觉得活着是很好？以前觉得活着是很好，开始进入修行之后，就想着活着真不好。 那现在会修行的就觉得活着是很好，又活活着是很好，对不对？其实还不够彻底。什么叫做活啦？什么叫做活？但是以现在的相状是叫做活，那么就把活赋予它的意义，跟涅盘结构起来，看出。 所谓活的是什么？你只要从自己的点去看到颠倒，你就可以得正菩提。这个是很容易办得到的事，因为佛学的基础有了。你在随便的任何的一个看法，你都可以去懂你的颠倒是什么。 月亮好圆呢、哦，中秋的月好圆啊！大家都不在家，生命在一个一个节庆当中，我是谁？那我在每一个节庆里面感受是什么？随便啦、啊，举个例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很颠倒，不是日日是好日。 而是看着月圆与月缺，有喜怒与哀乐。这上面你要去发现物象，解释到心中有颠倒的意见啊，颠倒的认知啊，在常跟无常当中，有靠一边，偶尔靠这边。 在那样子的反复，又发现你并不是很长的，你不是长乐我净，那那个清静也不常在，是不是又可以看到颠倒啦？是不是？<laughs> 你可以接受不一样的早餐，可以接受不一样的午餐。 可以接受不一样的晚餐，能接受不一样的人吗？能够接受不一样的语言模式吗？能够接受不一样的对待吗？能接受不一样的质疑吗？你要有一个不能接受，就表示。 你有一个肯定的位置，跟想要的点，不是我就是法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有这些，都是不知真理嘛，有烦恼，有迷惑。那在讲到颠倒啊，众生迷失真性。 住在望境界里面，有诸多的颠倒见，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人的想法，而你的想法不一样，你会不会用自己的对去打别人的不对？其实这就要强调我的正跟他的邪，当你用邪正二法相对立。 你还是有某种梦想，所以佛看清楚我们众生在颠倒，教导二乘人如何远离这四颠倒，二乘人就掉入了另外的无为颠倒，加起来是八颠倒，原来是颠向有为，后来。 偏向无为，最后化解了有为与无为，回到真正的清净中，才证得常乐我净。我以前个人在修行过程里面，贪嗔痴是我最早的课题，我就修这三个字。我今天贪吗？嗔吗？痴吗？ 这三个字给了我好大的主题。后来呀、啊，有一些突破，就开始要去修凡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再慢慢的去了解到自己在生命的定义里面有多少设定的东西。修行里面一定有自己的路线。 同学，反思你自己的颠倒跟梦想，然后远离吧。精进的是每一个当下，它并不是像。非像非非像这样但也如法如律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知道一下。 就是佛经里面讲到的颠倒，这个颠倒就是违背常理，就是违背常道正理，啊，就是最有名的就是无常为常，以苦为乐，反于本真事理的妄见。那这个颠倒几乎都是存在于所有的众生里面啊，四颠倒。 就是有为的四颠倒，就是常乐我见，呃，常乐我净颠倒来看，无常以为是常，啊，苦以为是乐，然后其实是无我的，那以为有一个绝对可掌握的我，不净为净，所以世尊就开眼呢、啊，无为的四颠倒。 就是生闻缘觉对于四颠倒具有正知见修正，但是矫枉过正，这执着在另外一边，所以误以为悟境是灭尽的世界，以为开悟之后这世界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了，所以不知道悟界也就是涅盘乃是常乐我净，这呃有为跟无为的四颠倒加起来是八颠倒。 呃，那这个颠倒如果能够矫正了、啊，能够修正、啊，都要靠经论了、啊。这叫听经文法，你才破除你那个强烈的自我以为。那谈到远远离颠倒梦想，那这就有趣了。谈到这个梦，这个梦其实。 一定有意识的作用，才会有梦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，说这个大德啊，开悟后的大德啊，很少有梦。那我们一般的梦哦，就有很多的原因啊。如果是有情绪的、有意识残留的梦，它就会有不一样层次的梦境。那有的是生理上面。 现况出来的梦，那那是一种嗯连结的啊连结的这种反应在梦境里面。那这个梦睡眠里面，心心所对于对象就是所缘之境呈现出来种种事项，在梦里啊，感觉是很真的，好像是真的这样。 那这个经文有经论呢、啊，有经论，巴利经典，弥兰王问经，它里面有讲到，我们为什么会有梦，它是有原因的，有一些梦哦，是因为生理的关系，比如风病、胆汁病、痰病、神鬼之诱引、习惯跟前兆等六种。那这里面呢、啊，前五种。 其实都是叫妄想的，那个是不真的。只有前兆这个梦可以算是真。那这个解释，风病就是你有一些风寒呐、啊、等等这些，所以你会产生在梦境里面一些不舒服或是生理上的反应。那比如你发高烧，你就会梦到。 嗯，被火烫到啦，或怎么样啊？好，那胆汁病啊，这个肝胆有问题，它会产产生一些比较特殊的感受的疾病。痰病，痰病的话就是痰饮啊，肺肺部的器官水排不出来，有时候很闷啊，于是梦中就好像鬼压床啊，那会有一些。 啊，就是很奇怪的感受。神鬼之诱引，神鬼之诱引呢，当然就是身边可能有一些啊跟自己有关系的冥界众生，呃，会让你产生一些呃那种梦境，可是，一般这个都是非语言状态。嗯，比如这最常见的就是家里有人往生呢。 然后，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以内，有些时候你就在半睡半醒之间，感受到他要跟你表达的故事嘛。而有些时候是习惯，比如这个眷属往生了好几年，可是，在梦境中就好像他跟你过日子，在过去的一样的日子这样在过着，讲话啦、啊，各方面、啊，他吃饭呐、啊，你在看电视啊，等等，好像很自在，那种是习惯。 那有的人就会在这上面做了好多的揣测，阿喜马北照，<laughs> 哦，很多恐怖，还是他要告诉我什么这样子？那里面呢、哦，前兆，前兆就是，嗯、呃，对于即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它有预先的预先现前，现在就是因缘法啦，一个因缘法。那有的时候是，呃。 就是你的境界的提升，所以这个梦在经典里面讲，除了这个前兆的梦或天人的梦，它是跟你的这个修为跟最近要发生的事有关；其他的梦都是意识，都是欲望不能满足，也就是你有一些意识里面残留的东西。 所以三界之中啊，梦境发生在欲界，它没有在色界跟无色界里面还会有梦。那对于这个梦啊，《经论》里面有很多的解释啊，它讲到凡夫啊，欲界中的凡夫，还有欲流果，就是正得出果的圣者，都还有梦。只有佛是没有梦的。 维世宗说啊，睡眠，我们深深深的入眠的时候，这个意识如果已经完全这释放掉了，是没有梦；但是如果浅的时候，这个意识还留着，梦中还是会有故事情节，有这个梦的情形。世尊当时啊，也有弟子啊等等，有一些梦来请问世尊，他有一部经哎。 全部都在讲梦哎，这个梦啊、哦，可能可以预见未来。那对于梦的记载里面呢、哦，有讲到世尊脱胎的时候，这摩耶夫人她就梦到菩萨骑白象入胎嘛。大波涅盘经的后段也有讲到，佛要入灭之前，波斯匿王有梦十件事。 那个就是后来未来的社会状态。还有在《俱舍论》里面有记载，气力止王他也有十个梦，啊，这个十个梦，也就是暗示着世尊入灭之后佛教发展的状况。那这些都是世尊还没入灭前，他们都会去请问世尊。 那世尊就借由他这个梦，告诉他是为什么，什么道理，大家才能继续精进呢、啊？在善见论里面呢、啊，把梦分成四类，第一个叫四大不调的梦，也就是公传刘邦啊，意思是讲生理的问题反映出来的梦。那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里面，因为细胞在分裂，骨骼骨骼都会有。 真生啊，所以小孩子的梦是不是会有那巴拉奇？是不是小时候都会有这种？或是有时候自己变长大，有时候自己变缩小，其实那个跟生理有关系四大不调的梦，那第二个叫先见之梦，就是梦到先前的记忆，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。第三叫天人梦。 也就是这个人，如果他有修善或是作恶，他会梦见天人来显示他善恶的行为，也就是他善恶的果报会给他看。那像这种呢，就是天人之梦，就是跟修为有关。你如果累世有善根的人，那你此生此世可能是在某一种环境的诱惑之下，熏了熏熏了不好的东西。 所以你会造作很多错误的事，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梦境现前来警醒你啊。有的人就是会对明天、后天要发生的事情有预警嘛，就是你没有这个业报，那你是善类，你也有某一些福报、因缘、功德，所以会先有一个寓意的梦。 而个寓意的梦让你醒过来还会记得，像这种梦会记得，他记得你就会去思考它，而去把这个缺陷呢，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伤害的点给跨越过去，就是天人梦，它就是用来帮助你的，这样这是第三种梦，第四种梦就叫想梦。 就是过去的行为的善恶留存的意识种子，那根根据他自己善善或恶的意念所想现想象出来的一些答案、愤恨啊等等，所以梦见善恶之事。这我有听过一个男众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他有一天啊，他跟他的上司吵架，就意见不合，起了很大的冲突，之后他心里就很生气。 就很不想待在这公司，但是这老板呢，就常常就是会找他来质疑他所做的事情，这个很难熬哎、欸。他心里就想说，我要自己去，嗯，怎么讲，创业啦！我要创业，所以他就想要啊，资、呃、料整理整理好啊，或者等等东西呀、啊，就要去离开公司创业。 有一天晚上，他就梦到，他就梦到哈，他当了小偷，拿了偷了好多好多的东西，接着就是公司的资料啦，客户资料，偷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哦，然后自己哦，赶快哦，背在肩膀上，然后要逃，就要赶快离开呀、啊，离开公司。其实这就是良心自己在绝关呢、啊，苛责你知道？然后就赶快要跑，哎，老板发现了。 就追过来要杀他，他为了要护卫自己偷的这个东西，又不想锒铛入狱被挂上罪名，于是他就拿了一把匕首，把老板给插到心脏，就是杀人的老板。他插到心脏的时候，他就那个血喷出来，他就醒过来，就坐在床上，好不安呐、啊。 其实这个人其实是有上根的，他很不安。他的发现，他内心其实是偷盗的，又讨厌老板的，又要置他于死地的，然后又要掩饰自己的罪状。他的这个梦，让他彻彻底底的惭愧忏悔。所以这个是反面的，反面的梦。 那有的人的梦是满足性的梦，其实这都发生在凡夫哦，因为颠倒。哦。他刚刚的那个梦啊，就是他的颠倒。然后后来他觉观才知道自己内心里很狡诈的东西，所以他惭愧惭愧，是不是？就是远离，是不是？就是远离颠倒跟那个梦想。还有一个老师，他吃吃素吃了十几年。 他有一天啊，他在睡觉的时候，因为他以前喜欢吃凤爪，凤爪知道吧？<laughs> 他以前喜欢吃凤爪，于是他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那个在梦里啊，就有一锅凤爪，那个凤爪的味道又回来了。他吃了吃素十几年，又在梦里那个凤爪的味道又回来了，他就拿着凤爪在咀嚼。 他吐了骨头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，那个凤爪的味道完全回来。他就闹钟刚好响了，他响的时候，他突然他醒过来，发现他手还这样，<laughs> <laughs> 他手还捏着凤爪那种、个、姿势，嘴巴嘴巴还在动。他醒过来对自己的这个行为。 懊悔到不行，惭愧到不行，然后他就深深的进入了很深层的思维中。他心中想着：我吃素十几年了，我的意识中，这个凤爪主角的那种感受，跟那个味道，跟香香香香那些，原来。 这么明确的存在，还是存在的，这就是习气。他这个梦让他他没有，虽然在梦中有一个刹那的经验，可是醒过来之后，他倒是提起正念，他知道说人的这个习气会牵引着他不断的投胎转世，不断的轮回，在梦中就如实的。 展现的他。